鸟甲虫，惊成心，不休落土在阴间，红花怨声。想起来，爸，我迄天去酒店，不是去耍的啦。我是为了要去处理减肥药引起的医疗纠纷，我唔再请阮朋友饮酒，拜托伊去甲我了解一下药品检查的进度。我是去应酬的啦，无唔对啦，我确实是有饮几杯啊。也唔过，我真正无做对不起可心的代志。迄个相片是角度的问题，我根本就唔知迄个辣妹生做啥一款，我一点印象都无啊。你这算是什么解释？我白占明跟成人集团，什么代志拢要求是正正当当。这减肥药啊，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无问题就无问题。根本无需要你用什么手段去调查什么进度。你去应酬，这就是无正当。就算是应酬，你也无需要跟迄种查某人染去啊。什么叫角度的问题？我看你根本就是烂的精。可是，我真正无啦。是迄个查某囡仔，伊讲伊要注肉毒杆菌，请我甲伊斗三工，我唔在乎伊的面，我真正无卡着伊啦，我是冤枉的。我真唔相信，你对别人，哪会我这么紧？别话无看过你看紧哦。Steven， 你也知影哦，你即摆所作所为，唔是代表你家己尔，你代表的是长春集团，还佮长春医院呢。你若是伫外口有甚物死角差？大家是会直接跟你甲长春医院联上社会，你敢会感觉你安尼是去影响到病医内底其他遐专业而且认真做代志的医生？你确实做不应该。可心，先莫生气。Steven 无啥可能做种戆代志才对。你嘛知影，即卖狗仔八卦拢遐尔啊侪着。搁再讲，伊是一点仔才上新闻尔，记者就是安尼，看一个影生一个囝，明明无代志，后壁写做大代志。我想，史蒂文应该是像前面所讲的，拜托的朋友去调查进度安尼，无把你想分。小齐阿姨，这已经不是头一遍啊，我真正无法度跟你想落去啊！伊爱抱辣妹，叫我去啊！我无想要管你。我跟伊的想法差遐尔济，我嘛无法度接受伊厝内底的人。过去，我跟伊就离婚了。可是，你即马是了袂讲啥？什么离婚？哪有问题再好好讲啊？我无想要跟你讲话，我无想要见到你，你走啊！可是，可是，铁粉，你莫可以怀疑啊！反正这种代志吼，上较见笑，上较无面子的，就做人太太。你如果敢要求可心体谅，你什么时候体谅可心啊？爸，我真正无，我去酒店是为了应酬甲处理代志，我根本就无介意酒店迄款所在，我哪有可能会去啦？你莫讲啊，你也是让可心人稍安静一下，莫讲伊刺激呀。我唔管你即个应酬是为着啥，为滴代志已经发生啊，我安怎怪你嘛是无路用。要么我后盖若是够我知影你够出状况，我甘愿和可心甲你离婚，我嘛袂够容忍你够乌白来。好啊，佳敏，你都这样不是讲过，
代志已经发生啊，怪伊嘛不落烟，所以卖生气啊啦。即马重伤的是长春集团名声，你应该通知公关部，将这个新闻淡化处理，唔才对。Steven， 最近啊较低调的，不管是任何的记者或者是媒体想要访问你，拢卖接受访问，因为假讲假唔对，人会误会你的意思。先等个领导吧，等何先生心情较好，我会靠抗议。叫伊等。多谢小姐阿姨。爸，我先来走。真正会回去。好啊，佳敏，这个代志可大可小，你那个动作是一般的八卦，过两天都不会代志啊。杨哥，你那个代志变严重，那重伤是长春集团，过后出来的人失去和气，让外面的人看咱的笑话。好了，我叫小伟交代公安部门，好好处理这件代志。大家心情哦，放较轻松淡薄啊，一切交公关部处理就好啊。我先去楼顶休困。张姐姐，我替你挂行李，麻烦你。Steven， 你出什么空？我不用叫你干那的真多耍。不管是进前离婚的代志，也是提康美秀。引擎的药品出问题，请你找鉴标单位验收，这拢不是正牌药。我想，婚礼时阵有人将我讲昏去，还佫有纵火案，也可能佮伊有关系。我一定要赶紧调查清楚。喂，啊，是，我是白佳明。哦，陈警官啦，你好。有什么代志？江西的呀，利用纵火案嫌疑犯跟曹波跪了出来啊！南京有什么进展？好，那就等你比对相关的进步了后，我相信哦，这个案件应该较明朗哈。好，就等你好消息呢，陈警官，多谢你哦。5 4 3 2 1出现。阿贤，阿你哪在遮？我来陪你做三件吗？啊，我甲我说吼，生活久啊，爱算命吼，加减拢有恶卦啦。啊，我算准你这时间来做三件。啊，我是孩子的爹，一定爱陪你来啊。领导甲恁嫂啊，拢已经气到出手甲你拍，因无爱你来找我，你就莫来找我。先生芭比尔，我讲过，未来每一天我拢会来看你，就算我叫阿哥甲嫂啊恭喜，我嘛打死不退。真的啊！我真正个相信我会做爸爸。宝宝，啊，你是我新爸爸还是妈妈？啊，你讲啊！医生，啊，哪会砰砰砰的声？啊，是不是怪胎啊？这不是怪胎啦，这是宝宝心跳声。你听，宝宝心跳声是唔都强壮的啊？
你一定是一个健康的小贤贤，甲爸爸同款哦，健康又强壮。宝宝，等你出世了，爸爸一定要好好给你整整。哎，你受控制些啦。拍摄啦，我是要亲宝宝，不是要对你无礼貌啦。拍摄啦。阿姐，这是你宝宝相片，我来算照给了。太太，我听好叔讲吼，你先生真好早，就进上门口等你哦。今嘛哦，像你先生这款吼，像你体贴查甫人，已经无再找啊。你是幸福查甫人，以后我珍惜哦。坐下，林先生，好，坐下。新康发表，我想哦，你看小姐是刚抱到腰了啦，好，我找你来讲。来，这个哟。哎，阿娜小姐，我来讲哦，这间餐厅哦真有名，阿面条够好吃哦。做你点，快来点餐哦，今仔阮阿婆请。像你这种好女人哦，真正存无济啊啦！你嘛是一个 fashion 的 OL， 而且还要做嘉宾，吼，足贤惠啦！哎呦，色啊，你安尼搞我娱乐，我会歹势啦！啊，不过我还够足侪优点，你无讲到。亲像我，因那是出名的，哎呦，娇美嘞，温柔痴情，有智慧，搁有才情。这你唔通袂记哦！哎，当然的啊，像你这台优秀查某囡仔，真正是愈来愈少啦。啊，像你这种哦，优秀查某囡仔，一定配一个真够多的查甫人。这是一定要的啦。啊，不过一眼望去，我安那辛苦配的查甫人，又敢那只有面哥才甲我相处。我真正是水人无水命，面哥只要你站得去臭天使啊！好啦好啦好啦，安娜，啊，虽然面哥无啊吼，啊不过咱还佫有小面哥啊。小面哥，你是讲小阿弟弟哦？哦，我真正是大家妈阿爸，你肯哦，小阿哥唔肯呢？我是讲哦，阮家的贤哥啊。贤哥，啊，你是讲哦，贤哥哥？听阿妈表，我有上网做功课哦。有新的人吼，爱加食一寡这深色蔬菜啊，个山芋啦，吼啊，迄种较冷的物件，笋啊，啊个薏仁哦，较卖食，来对宝宝吼，啊个妈妈拢好。宝宝是我要生的呢，那会等到你比我搁较紧张啊？阿妈表，阿谁啦？够紧！我一闻到这菜味，就变白，都想要吐。哦，想要去洗手间去。你来飞机吼，我去下过啊。哦，要哪讲嘞？真正有够嗨啦！哎呦，白叔哦，迄汽水是喇叭。无。你看啦，那叫我到阿贤哦，你会变红色。阿贤会让你愈来愈辣。安娜小姐，我偷偷跟你讲，骨头真正不简单呢。我家的彭干员一眼看不完。老赖讲吼，处理好也爱低调，那是因为安娜小姐，我才讲给你听。阮家哦，祖公我塞够济，呾土地我拢死笑飞袂过啦。你若嫁阮家以后，我来讲，你听哦，无烦无恼，你听哦，坐伫遮，倒伫房，营养体面够，去河边打水漂儿。无正哦，你嫁阮家以后，逐工经营哦，都算碰工，啊，是不是？营养伫阮家哦，算钱做贵妇。哎呀，拍摄坐下来的时阵哦，一出来被淋伤一滴啊！我先去洗手间哈。好。OK， 先拿下了。No problem。
好。你做教阮家的，你哥哥定吼？阿贤哦，我看你耍歹啦，对啊，你哥离婚了好不好？哎，你莫想要走哦，今日不管话讲好清楚哦，我不可能让你走。哎呦，好爽啊！啊，拄则你一个人出去，即马两个人回来，这个是咩这个？哎，干爹，啊！你个正常把肥出来才创啥啦？无啦，我拄则要去洗手间的时阵，看到爸咪甲阿爷伫外口咧食饭，所以我就家己有备来啊，趁这个机会，一面讲好清楚。请阿哥嘛知影你是无可能介意查甫人的啦，所以我希望你放手，让阿贤去追求伊家的幸福。啊，其实哦，顶个妹妹姐的婚礼，我就有感觉，这阿贤哥哥对我是足有 feel 的啦。啊，爸比啊，你若是真正无介意阿贤哥哥，你就让伊对你死心吗？哎呦，跟你讲啦，勉强做伙是袂有幸福的啦。哎呀，对啊对啊，枪在的不死不甜呐。恁讲的拢无唔对，我根本就无爱查甫人。其实我对恁阿贤一点仔意思拢无。安娜，若是你会当甲阿贤斗三工，转移的注意力，等到是我会当喘气。即马阿贤人就伫咧外口食饭，你紧过去，甲伊做伙食饭。啊，你放心啦。我袂让阿贤发现我已经离开啊！阿南呢？我要看麦啊！我阿南，刚 perfect， perfect。坐啦坐啦，好啦，就吹开，我领哦。去啥土豆？看些板子哦，到家去都要板子耍呢。松松快快，阿姑姑来板子耍一摆。爸比，请家走啊。今天做准备完啦，起来起来！啊，你妈来这间餐厅吃饭哦？啊，无啦，是爸比叫我来的啦。啊，不过伊拄才已经先走啊。啥？伊即卖身体需要人照顾啦，我袂叫伊。先行，先行。哎呦，还要想他了。叫你阿贤哥哥顶我的辛苦逼，我的痛痛弄得不爱起来了。哎，请问一下吼，这是不是咱社区的优雅舞蹈班？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你敢是咱这新来的老师哟？还是讲这位恶神哦？啊，你看起来哦，比阮这几个妈妈较有会啊呢。你来教阮跳有氧舞蹈，安尼敢袂受过食力？花花啊，啊，你这社区大行哪安尼哈？就算讲要敬老尊贤哦，嘛免找这种的啊。袂啦，一点仔嘛袂食啦。
话啦。哎呦，我送啊！啊，但这种话你也敢讲会出嘴哦？我真正拢听袂落去啊啦！啊，你若不是新来老师，无你敢是新来变啥乌巴桑？是阮美兰叫你来啊？不是啦，我是来兼的啦，啊，薪水赚就好话啦。夫人啊，你嘛捌讲过啊，平常时哦，若是无代志的时阵，会当兼一寡较正当的事头来做。啊，即摆哦，迄南港迄无闲补习班的代志，我着规工伊无代志做，才是好来遮，快当加赚一寡话咯。原来是安尼哦，哎呦，还是讲你对到我美男身躯边遐尔久哦，我阁唔知讲你还要跳有氧舞蹈。新老师，新同学，啊，我看你两个安尼有讲有笑，你熟识这句话吼？当然哦，伊就是我的。厝边，我是厝边啦。啊，歹势，兼一字，好厝边，我是好厝边啦。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讲你是做水电的，啊你也用咧做有氧舞蹈老师哦。是啦，这位小姐，你无认唔着人啊？啊，阮家有开水电行的，啊我三不五时就会登去斗三工。啊，不过我教这有氧舞蹈是经过考试，有进奖啊。秦老师啊，听到你叫我小姐吼，我说安尼拍摄拍摄，伊是讲吼，有点有氧舞蹈有差吼，啊哪跳哪少年安尼吼。你嘛拜托，吼，找一个时间哦，去眼科检查你目睭看卖啊啦。等伊这落行的呀，你还阁叫伊小姐。老师啊，有。啊，先开始练阿伯啦。准备准备，快！战斗有氧预备，双脚比肩稍宽，双手举起，预备备。
你吼、哦、以后若要找助教，我跟你讲、嗯，你做你来找我，哎，不管是吼、哦、社交舞，还是土风舞，还是迄落民族舞蹈，哦，我拢会晓嘞。哎，而且我的体能吼是一点一嘞，我随时 stand by。花家母，那唔免你啊喏，哎呦，啊无你真家婆嘞，若要做助教这落工课哦，你用家己。我来就会用起啦，这边是武林的高手，我是歌戏底，不但身段好，体力更加赞，我勇敢一只哪牛嘞，而且我功夫厉害，我会晓当真打，铁布衫，刀布不能伤，不管是木剑，或者是铁棍。这些武器只要砍到我的身躯，随时就回去啊！我是说武器回去，很可惜的啦。现场也没什么款道具吼，哪让我表演给恁看？哇，哈哈，亚东，哎，这有看规矩哦，无骗哦，还有铁棍啊！我就看你恶心的话搞，哎，金老师，嗯，来，拜托，参照这个困难的任务，交代给我来试看卖就好。恶心，我会用得讲无？绝对免客气，我的人有讲就有做，摕来，我问一个阿公呢。对我的手骨甲含落去，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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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身的气力，掌声甲讲落去，若不是你信，就是我无。哎呦，我爸我母，我甲伊讲嘛，天顶的花爸，我是还佫无想要这么早就跟你去团圆哦。恁都爱保庇我，哎呦，保庇我平安无代志呢。真正有点贵哦！啊，是讲哦，迄时间无早，我赶当的煮饭哦，阮当海口碰到的效果啊，歹势，我先来去。啊，徐老师，下次见啊！时间时间，我马上去找你孙啊，老师再见哦！拜拜，五姨再过来。哎，阿斯班上课时阵爱珍惜哦。哎呦喂呀！我你今麦是怕什么头酸啊？恁祖妈还袂跟你生肖嘞！
阿婆来给他看起来了啦！夫人哦，你真正有够牛的呢！哦，遐尼顶的茶筐，为你的手骨来喷咯！啊，高子无客，等做两张，厉害！这还恁死呀？我咧是超工的哟，你嘛面基长，我才做讲起来话是咧白面子的尔。哎呦，你这妖秀哦，你真正硬改伊无叫咱大吉，你出门要你做嘛死的？夫人啊，也够铁棍啊，也未出定呢。铁棍啊？我咧铁棍啊，行来呀，恁做嘛把你喊掉你死！今天去找狂牛哥，但我抱我打一个无啦，哎呦喂啊！秘书姐，啊，你来个这阵才来啦，大家拢下课啊呢。哎，我来讲哦，今日哦，一个新老师来教咱跳有氧舞蹈嘞。啊，你是安那啦？那安尼面又敏感，是发生什么代志哦？啊，就咧处理阮早间的丧事啦。哈，啊，恁早间毋是足少年，看起来足健康的啊，啊那安尼话走就走啦。伊就爱水啊，甲人食减肥药啊，结果食无外久，就死死昏昏去啊。后来送来病院都无救啊。你讲我刚刚时间甲你跳舞。不是啊，你妈伤心啦。啊，人去都已经去啊，对不？你还真爱啦，还是想啦，歹心毒刑白都有毒药安尼讲害啦。啊，你是咱这找人的哟、哦？是啊，减肥药啊，一定有问题啦。我的四界哦，找人投诉，拢无人要睬我。没有，我来想讲吼，咱这小区中心哦，有诶家庭法律中心嘿，老师啊。想要找伊哦，甲我斗三工。好啦好啦，你莫伤心啊啦哦。好，竟然有这么夭寿失德的代志。秘书啊，啊你今麦来是要找咱遐的生活法律的老师哟？是啊。哎呦，啊不过咱活动中心内底遐老师拢转去啊呢。你那你不是找我半个哦？什么啦？啊，恁是要安怎啦？我全部希望拢在家啦！好好，卖哭卖哭，不要紧。竟然今仔日会让我碰到这种不公不义、危害社会的代志，我一个刑警中的女警，要让伊做安尼是束手旁观，见死不救。人古路见不平，气死人了。就由我来替恁查某囝讨一个公道。我杀！趁两只粮食逃出，连狗都无想不顾感情，绝对抓出，好好解释一下。哼哼！你讲了无唔对，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果，这是时候未到，唔是因果无报。这群人心肝这么啊歹，你若死了，一定会落地噶。所以上好的处理这件代志的时阵，爱会记得较站直的，给因一个架势就好。司令夫人，我一定回去哦，甲南国报告这件代志。我会联络过兄弟啊，把这未点肥肉的药头抓出来。参像这种笨手，绝对袂当回咱的好食困。真好，小心细腻。司令，司令。小姐啊，你有看到啊吼？有一挂人哦，关系到兄弟咧吵代志，安尼唔好啦。我认为吼，咱那是合法合理来处理哦，安尼比较较好。对啦。喂，无你即马是伫要咧塞嘴臭笑？你是毋听到歌戏台顶一个搬的？那是家门不离开，无钱就唔免来。有钱甲你判死，你就足嚣掰；无钱判死，你只好去靠悲哀。你撞到迄个孔亮的法官哦，还是冤枉无人知。
那我哦，跟你无共啦，我人面足快的哦。李主席啊，我有熟悉一个哦，足有才情的律师哦，叫做林汉文啊。啊，这个人哦，足热心的，足有正义感的啦。我负责介绍你熟悉。啊，那我手机嘛出名哦，伊绝对哦，你有真格。真的哦，谢谢啦，谢谢。有真格。哦，你讲有经济，不是跟人抽头，无就是诈骗集团呐、啊？什么的诈骗集团？哎呦，天地良心哦！我看你这是暴力讨债集团呐、啊！啊，无你是变哪？啊，无你是变怎？安怎就来安怎？啊，要安怎做你来啊？现在开始来安怎？来就来，我咧惊你哦！我就是要给你安怎？啊，要安怎做你来了？我咧惊你。好啦好啦，恁两个卖阁动啊啦！我知哦，恁都要跟我斗三工啦！啊，恁的好意哦，我有收到啦，足感谢的啦，吼、哦。李珠啊，人伫咧讲哦，未曾自生就先自死。恁早囝哦，去碰到这个灾厄哦，这都是伊的命。你都要保重呢，唔通搁再哭啊！安尼才有才调退休公道。谢谢啦。是啦，你唔好搁遐尼啊伤心啦。啊，那你的代志吼，我绝对想办法替你处理的。好啦，感谢啦，感谢，好、哦，感谢。这哎呦。地藏哎，来啦，带来林椒杯酒啦。啥物个林椒杯酒？地藏哎，我跳艳舞你看。哦，恁两个莫阁乱啊啦！恁要跳舞要啉酒，去边啊啦，莫来烦我啦。减肥药的代志是无多压落来，但即马要安怎才好？健宏，快些，我就好了。杨医师，你哪会即马才来？杨医师，你要食个辛苦冰，我倒酒给你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甲杨医师还阁有真重要代志要讲啦，恁两个啊，先出去。就啊，健宏。我有一件代志想要询问你啦，你是安怎管理下骹手人的？你敢知影，迄大条走来我办公室，甲我威胁要找我讨钱的？有这代志啊？我交代的代志，伊也无处理好势啊！我是安怎要回钱啊？这件代志，你家己甲伊处理啦。好啦，这代志我会甲超好势。还是讲哦，被减肥药啊，已经死三个人了呢，伊也阁有三个。搁倒伫咧加护病房伫咧观察，为着莫让媒体安尼逐工报，我去用尽我所有的心命还阁关系，把这风波暂时先压落。要毋过代志继续扩大，我都唔知影咱两个是毋是有法度去控制后壁的发展啊？毋是咱两个，是你，李敬宏，你是健康药厂的负责人，这减肥药啊是你生产的，即马出代志啊！你这负责人敢没有负责？你这么讲什么话啊？啊，这么出大事啊？你把这人杀我？你把这人杀个里里里，你都无大事啊？庆鸿，先听我解释好不好？别让人生气啊！哎，先坐啦，咱先饮一杯再讲讲。来，我会安尼讲，嘛是不得已的啦。你想看卖咧？假使咱两个若去用掠入去，就无人伫咧外口会使替咱想办法救咱啦。而且我该处理病院医师人的代志，咱两个人交界的代志哦，千万就唔通撇空啦。啊，若无咱就稳死啊！话讲倒转来啦，这个减肥药啊，是你介绍我安尼。即马出代志啊，你敢拢唔免负责任？我是安尼讲无唔对，当初这药啊是我介绍给你的，也唔过这药啊出现副作用了，我就叫你卖阁进啦。是你坚持要进这药啊来赚钱的，所以我唔才讲，制造假药啊这条罪你担，卖假药啊害人死去，这罪我来处理，个人做也个人担。重点是，你千万就唔头紧出来。尤其是咱进前串谋图利的事实甲经过，安尼你的刑责就袂遐尔重啊。刘志远，
你真正把我当作三岁囡仔在骗的。我若把制药剂先打落来，死狗，你嘛会当讲你是叫我骗去的。啊，你提钱甲患者达成和解，安尼就好。啊，我这边是爱派三条人命全部责任的。啊，若无咧？这件代志你甲我拖落水，对你有啥物好处？好，我警告你哦，你若是无要配合我，我就去找你去。你找你有啥？我知影你真疼疼你去，我嘛知影伊住伫个岛。我保证，我绝对会伫个你无闲的时阵，好好找伊算账。余志文，你若敢看到你去，我绝对袂放你走。你去是毋是会当平安大汉？即摆决定权是伫个你，毋是伫个我。要小跑，无要紧啊！你只要甲我拍着伤，你除了卖假药啊害死人，你该加加一条伤害罪。游志远，你真正是准过水无痕的。你若无想看卖，当初我是安怎骗你的？我摕偌济钱甲你赞助，你才有法度坐去长春集团群买的位。卖点啊假啊！讲到卖书，你敢若有情有义的咧？其实哦，你比我更加小利，做任何的代志拢是为着利益。若毋是我给你好处，你敢会跟我斗相共？有利益的时阵，就你赢我滴啊！啊，即摆出代志啊，这人都送到我这来啊！你是真有够上够脾气的。李庆宏，咱两个人本来是互相利用啊，尔。而且你伫我这嘛太袂少啊，你应该真感恩啊。李庆宏，原本我搁廖准讲想要替你介绍一个较好的律师替你辩护，也毋过既然即摆咱已经拆破面啊。我嘛唔免浪费我的时间甲钱啦，你哦，家己就较保重、较灵活咧。咱去一个较隐秘的所在，耍脱。哎，是你好坏哦！我好坏，较等下我更坏哦。是要隐秘？去啊！可以喏，隐秘一个有够。来 ，Let's go！ 今仔日你来陪我哦。好啊。较等下，来继续你。嗯。哎，冲下了！老板这边，老板亏了，冲下了！冲下了！哎，老板亏了！妈妈，老板亏了，你冲下了！哎，别个走啦，我去找人哎，杰米，我看到你先，你给我放出去啊！是不是李建宏今日来对我？你敢知我的姓？你敢放出去？阿婆，看安怎教死你！找人哎，点你！我看到你先，你给我放出去啊！是不是李建宏今日来对我的？你敢知我的姓？你给我放出去！阿婆，看我怎教死你！哎呦喂啊！我好怕嘞！无了啊，我就替你做一个规身躯的 massage， 当作是赔罪啦吼！来啊，我去送一下。来啊！给你马杀鸡姐！啊！哎，我上完了！来啦！哎，老婆，我们两个多欢迎啊！太笑了！
良心抵赖，还有机会，是有够袂见笑。另外一个哦，即摆嘛出来啊，同款照安尼处理，我们这对哥俩好来一个有难同当。No problem。立下，大棒子，大棒子！哎，总算抓到这只好大只的鸟鼠啦，赶快，我去送一下啊！比照办理。立下，到底谁这么高攀？喂！哦，卖够跑，卖够跑！哎，你帮我找吧，是不是有机会叫你来啊？这个一定是有机会找我。哎，好好好好好。李庆宏啊，你家的游击湾哦，真正是难兄难弟呢。连客人看报的时阵所讲的话哦，拢是一模一样的哦。我都知道，是游击湾叫你来的。我怎么对付你？你们那么假啦？你好大叫人来拍我，你那好大声音啊！谁叫人拍你？是你叫人拍我。你别在那插口有人哦。喂喂喂，大叔呀！你卖讲嘛，李叔弟啊啦，恁两个人哦是半斤八两白当啦。不管你倒一个哦，是要先老人拍另外一个，那是早晚的代志啊。所以咧，我就先替恁哦做一个解决，好恁哦会当同时体会到拍人，还佫有去人拍的滋味，安尼哦，较省代志啦啊。你到底是谁？你敢知我是谁？我是世界集团董事长。世界集团董事长？世界集团是啥？是要统治世界吗？哎，林金帮我出去啦，我先付钱给您哦。您只要替我驾驶李金鸿，我出上倍钱给您啦。哎，别听伊哦，您别听伊哦，您若想替我拍游击腕，我比游击腕出的钱阁加上倍啊。哦，哎，恁两个人哦，真正是啊，狗咬狗一嘴毛啦。我看哦，甲恁两个人哦，牵在无同款的布袋内底，有淡薄可惜嘞。来啊，把游击腕哦放出来。哎，对了对了，紧给我放出去啊！我放我，我出三杯，放我出来。啊，你给我点屁诶！有机会啦，我看哦，你甲这辣妹牵做伙哦，实在受过好命啦。我袂用安尼差别待遇啊，所以哦，我是要将你放出来咧哦，甲这李庆宏牵做伙，是噶，恁就会当面对面，鼻对鼻，嘴对嘴，心对心，从此。你的呼吸中有我，我的呼吸中有你。有什么误会哦？还是不笨，趁这个机会哦，好好解释清楚了。林公，安尼好唔好啊？好！喂，唔好啦，来你走啦！唔好，绝对唔通安尼做。你搞啥啦啦？这样唔好，也唔好，到底想要怎好？我跟您讲哦，我已经无耐性，无咧归去啦，我就和您拼拼，安尼哦，您就别再啰嗦啦。你搞点屁啊，小姐啊！你若是国改哦，我就请你吃土豆哦。什么？什么是吃土豆？这亲戚啦！啊，我坏啊！我把家人坏死啊！我坏！点屁啊！哎，这位朋友，我到底是什么所在犯着你？你敢袂当先把我放出来，咱坐落来好好参详一下，好不好？也是啦，这位大爷，你给我放我出去啦！什么条件，我拢答应你啦！恁两个哦，是啊，赚到八，起码说喊你也无打。恁第一杯哦，减肥药的时阵，不是算一算啊，手都要断去啊，嘴哦，手到都要歪去啊。哎，我帮恁转，那恁都看卖哦，受害者在天之灵，还是受害者的家属，是不是我帮恁转啦？原来是这个代志哦，啊，那是减肥药的代志，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啦。这减肥药啊。是游击腕啊！伊逼我一定爱做的啦。伊讲我不爱做吼，伊就要抵制我的健康药厂。啊，我是爱排几落百个员工生活的人，我不得不答应伊啊。哎，你莫听了莫别讲啦，这拢是你骗伊的啦。是李庆宏哦，主动给我推销的啦。伊讲这是政府核准的啦。哦，拜托的啦，这拢是你骗伊的啦。好啊，恁哦，真正足够推销这里面呢。我看你的心肝哦，一定是正规导游，鬼拢乌骂嘛。我真正就想要破开看卖，
那是你真正是生做一副乌心瓜，我看归去哦，切切了，潮流咱国家啦。来啊，终于哦，再去锁定。是。哎快速老命，No problem， 我绝对给伊规层破，哈哈哈哈哈哈！散会喽！一个电视是袂用你哦，我是随便去改着你的片。你规天就敢那怎样看电视看报纸？你囝规暝拢无转来，人嘛唔知走去倒位，你想要做人老爸啊？啊，我看电视，参恁翁无转来是有啥关系啊？你家己翁拍无去，你煞颠倒来咧问我，啊无恁翁是去夹咧我的裤头哦？我甲伊结婚才无偌久尔，你是车用伊二三十年的呢，伊无转来，我当然问恁啊。啊，你做人老爸，即马阁有心情看报纸、看电视？感觉你完全袂烦恼伊伫外口出代志哦？歹势，阮姊阮自细汉甲大汉甲赤大汉，伊也毋捌安尼，是去拖到你甲你斗阵了后，伊才变款的。伊无转来，甲我有啥物关系？啊，就拖到恶车业主啦，伊才会毋转来，甘愿伫咧外口啰啰嗦啦。啊，参伊安尼咧，真正甲阿妈咧细细念咧，卡袂着就参翁婿冤家。啊，查甫人哦，毋走哪背咧，我才输你。啊，要搁讲啊！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他，问他到底是创啥。对不起，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我就不相信你电话一直都打不通。对不起，您拨的号码我也打到通啊。真是奇怪，志远就捌安尼，哎，走这走那，敢咪真正出大事？袂咧，即马愈来愈干巧，伊无去害人就惨死了，哪有可能去用害？敢咪真正算了伤过头，无想要倒转来？阿嫂，歹势啦，因为素琴阿你的朋友嘛是食健康药却减肥药食出问题，所以才拜托我到三公拍官司，所以才麻烦你听以后有请电话干部来。阿嫂，应该真正愿意过来。遐个干部嘛真不满李庆红，甲你当的心系不甲安尼，所以遐个厂长、会计啊，佮有品管人员拢愿意过来，支持李庆红。被违法药品。嗯，为何像台北人敢愿意做证，而这件官司也变得较大？一定要李庆红受到应该的处罚。啊，不过你接受素琴阿姨的要求，愿意拍官司，妈那边不知道会有什么看的想法。我想妈一定为难啊，所以我不会知影。啊，我即将有要讲袂正的代志，我真正无就当作无看到。阿嫂，你应该支持我对吧？我当然是支持你的，只是我受到妈，搁爱受到这款的打击，我就感觉就唔甘的。英来啊！哎，赵行长，邱经理，李组长，多谢你来，请坐。多谢你的配合，虽然来研究一寡相关的问题，希望你甲恁知影拢甲我讲。药厂是老董事长的心血，代志变成安尼，我嘛唔愿意看到。会使斗啥工的，我一定尽家底。嗯，张总，你看我这边出门的减肥药，会减少资料。拢伫遮，多谢你。今日是汉门生日。来跟玉秀参详看要安怎替伊过生日，卖有汉文一直伫个看念思思。多谢大家，到时肯定有需要，希望你也出钱做钱。
我来尽力斗相共。啊，多谢你，请。探文，你是要拍什么官司？妈，你哪会用过来？我煮咖啡给你啦。健康药厂，减肥药。阿文，你是要拍什么款的官司？是减肥药有问题是吗？妈，因为李庆峰卖违法减肥药，已经造成三人死亡。我是接受其中一个受害者家属委托调查这个案件。真正是庆峰的问题，是卖水害减肥药啊！妈，我知影，阿姨接受这代志真残忍。我李庆峰卖违法减肥药，无经过人体实验，佮假造数据欺骗健康单位，一早是三人死亡。可是无做之意，以后唔知换一人受害。迄个业主实在是无救啊！完全唔知影悔改，我真勇会给伊生落来，危害这个世间。妈，你莫安尼啦。妈，是的啦，我哩真艰苦。阿文，你免跟我害死你，你也无唔对啊！进前伊利用手段，提走原本属于你的世界集团，即卖伊搁安尼乱舞，让你来追查伊的罪行，这就是天公伯啊！爱你假死，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妈唔是死鬼不分的人。妈，你莫想遐多，那无安尼啦，我陪你出去外口行行，哈。免啦，其实我今日过来是想要找汉文吃饭的。汉文，今日是你的生日，妈妈找一间餐厅给你过生日，好不好？妈，免这么麻烦啦，只要回家时阵，你煮几件面送我吃就好。汉文，既然妈想要跟你吃饭，你就去啊。你莫袂记哩，过生日嘛是无难日哦，莫让妈失望啊。好啦，既然妈要请我食饭，要听我过生日，咱做一起。那安尼，我来去订餐厅，订好我才打电话甲你讲。竟然害死人！伊做出这款伤天害理的代志，叫我是要哪原谅伊？不过，林家敢那剩建宏一个亲生仔，我感觉是要目睭金金，看伊就安尼走上绝路。凯琳，我已经知影，庆鸿为着钱去卖违法的减肥药啊，害死三条人命。汉文已经要替受害者拍官司啊，庆鸿这边应该是避袂过。今日是伊的生日，我得着是伊要去参加进前最后一遍过生日啦。我一个做妈妈的，拢唔捌替伊做过什么，我想要替伊做一世人，是做最后一面苦劝伊，希望伊会当真心悔改。阿母，其实这嘛袂当怪你啦，我生伊本来就有责任教伊。凯琳，你敢会当替我约天虹去春虹餐厅？你跟尼克嘛做伙过来好不好？好。你放心，我一定有庆鸿的。多谢你。
世界集团的董事长，既然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敢讲这是天要处罚我，我的报应真正来啊！哎，先生，哎，金先生，拍死拍死！我拜托你，给我倒三公斤好不好？你先啦，去红手哦。刚刚报你报警察，不是啦，我是唔知啊，这是什么所在？啊，手机还阁无电啊！啊，是唔是啊？帮忙你联络领导的人。好啊。啊，是要靠谁？电话号码几号？尼克，还阁开联络牌插我，我身躯里无人啊。今年这么多，这需要到三天的时候，连一个一旦电动，万一到三天的人都找不到，真悲哀啊。先生，你要联络谁？喂，是，我就是方凯琳。李庆红请我去接你。先生，你拄则打电话给迄个冯小姐，伊甲咪讲。伊一定会来啊！是啦，伊有讲伊要过来，你免烦恼啦。多谢你，免客气啊，把我先来到。
我就昨暝，我甲游志远出来讲代志，一日出酒店，无代无志都去用干部队，啊，透早醒来，人就伫你下骹。就是因为你过去做过伤侪歹代志，才会唔知你的冤仇人是啥。过去唔知有偌济人受到你的伤害，甚至是死亡唔关己。即届你家己嘛逃袂过法律的制裁，这是报应。你敢知影？爹，你不是讲你袂阁做歹代志啊？歹势啦，顾你艰苦失望啊！不过爹地这边不是做歹代志，爹地这边会像安尼对待啊，这拢是家己做得来。就参照你妈咪讲的，这拢是报应。爹地应该去承受啊！那个，是的。今日是你的生日，秋月暗已经订好餐厅，要替你庆祝生日。你要替我过生日？讲真实的，伊会愿意开嘴，讲要替你过生日。就表示心肝内要顾你这个好心，这届你若真正悔改，唔爱过会伤心啊！弟弟，咱去跟阿妈过生日啊！好啦，不管你是不是要去，咱先回去洗下身躯，换一件衫都够。什么代志？警察先生，有人吊你顶挂咯，一电话救人哦，有人在内底啊！你去从顶头怪手人放吧。好，好啦，你放来。先生，你免紧张啊，是甲你放来哦。放来，放来。别啦，先生。啊，你讲有人报案，讲阮家乡卡伫咧顶面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你讲伊吊人死我，我才通知你过来啦。哦。哎呦，那叫我卡卡管呐，那下不了面啦。真正就危险的呢，到底是谁跟史蒂芬克尼啊？根本就是被海下落来啊！我说对啊，对啊。来来来来来，今晚你唔通乱紧张啦，要帮你倒来啊！史蒂芬是你呢？部队内底哪个会紧张？啊，佫都出毛讲唔唔啊，啊，无迄是黄金猎犬了，是假的哦。
爸，不是皇帝猎犬啊，是长毛腊肠。干嘛呢？不行嘞。哎，不。长毛腊肠，哦，我这只长毛腊肠够大只嘞吼！大只嘞，大只嘞！小姐，你看谁？今天是长毛腊肠吼，恭喜今天叫你爆上来长毛腊肠。杨志远，我喝了你喝了个果然都崩困嘞，你给人家那妹妹。可惜你听我解释了，我真正唔知影是安怎会甲伊做伙去看墓地啊？啊，无你无要参伊看墓地，伊安算要看啥物？要看棉被纯聊天咯，啊，叫棉被看无着，啊，煞互看墓地，啊，看到遮悬咧看风景，你真正有影看头毛，唔知死活哩！好哦，你莫做啊，遐三天位倒啦。可是啦，你先莫生气啦，无你嘛听讲妈子我伊安那讲，伊要讲啥，我替伊讲啦，就是因为你去酒店后背来，才会甲酒店小姐去互人看墓地啦。杨志远，你刚刚在讲做啥啊？你现在做酒店唔记得消息好啊？啊，你最歹话，你可是你卖你咧，这出侪人就歹看咧。你讲假歹看，你做这个更小的代志，你讲假歹看，你讲。好啦，好啦，你想要激动啦？你注意巴肚内底囡仔吼，妈妈替你问，我问你听，吼。志远啊，啊到底是安那啦？你哪会安尼互看布袋啊，佮穿啊悬啊？我连对方是啥拢唔知影，都去互看布袋啊啦！这个人是有够卑鄙呢，用迄个阴险的手段来对付我。警察先生，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啦，我要告佮死啊！但你连对方都唔知是啥物人，你是叫警察要安那抓人啦？啊，都讲来讲去哦，你家己做嘅伤过重啦，所以啊，你伫咧路边咧行哦，都落去拄到泉州人啦。我咧想哦，想要甲你看布袋人万把人啦。你若果执迷不悟，我甲你保证，绝对有第二遍、第三遍、万把遍都有哦。你唔当安哭哭。爸，我哪有做什么代志啊？我是去用拍的呢。你敢咧讲我？我咧讲你拄啊好尔，啊无敢无。你唔是未惊未晓去害死人？啊，新闻拢刊到啊路边啊，你还佫讲无？你家己自心难保，啊想要告别人，你真正哦，家己排风气，妈妈搁替人看风声，公公是得如何打骂一代你的。好啊，大哎，志远啊，恁爸讲了无唔对嘞，啊你明仔载检肥药啊代志要开庭，你该传来有传好无哈？你是唔通死狗哦，去用狗甲你爱关呢？免在意啊，关系的代志我袂解决，阁有甚至去占酒店，小可是去用两亿关啊，这边一个狗就找妹妹啊。可惜。你们在后面讲好不好？减肥药的代志真正跟我无关系，我是无辜的。明仔载我一定无代志。刘先生，麻烦你赶紧去警察局做一下笔录，至少我了解讲你用看破的过程。说错去啊，我无想要告啊。歹势，这边我报案啊，我一定爱做笔录，叫我都处理个下，你一定爱配合。你蔡先生啊。阿君头先阁受伤啊，先送伊来病院啦。啊，若要做笔录吼，咱去病院才做啦。小姐，你刚过来派出所做笔录不？唔过才要从啊，送你头先来病院啦。妈，妈，阿今日不是跟阿两个食饭，不过啥物啦？汉文啊，今日哦，嘛是庆红的生日啦，我有约伊，阿哥凯琳跟尼克，咱做伙过生日好不？啊，歹势，我无想甲你这样做伙过生日，为了今嘛，我无心情过生日啦。
你家己怎样哩？好好庆祝就好。哎，汉文，汉文。虽然我跟你亲好，同年同月同年生，啊，不过我的故事、做人、命运拢无同。真实哩，我是冇庆祝的。等到我替和海西山的人来跟我比爱。妈，我等准备明仔开电视了。汉文，汉文，你莫安尼啦。我知影你真去你庆红，啊，不过你嘛袂用辜负阿姆伊想要替你过生日的心意啊。阿姆，你甲伊咧新疆时完成了第几届？这是我第一届陪了你过生日，咱做伙食饭唱生日歌好不好？我替弟弟给你欢喜嘞，过生日爱欢欢喜喜啊！大家做伙食饭啊，安尼阿妈咪较欢喜啊。不急，急啦，你。汉文，其实。李庆红，伊即届真正是有甚物悔改啊啦，伊嘛知影伊唔对啊。啊，你是毋是当看在阿姆的面子上，对李庆红手下留情啊？你嘛唔甘看阿姆失去亲生后生啊？伊悔改时阵，爱别人对伊手下留情；，哪里做歹时阵，够想要对别人手下留情？恁敢有想过，因为减肥药祸害死三条人命，恁的亲人即摆是甚么感受？歹势，这顿饭我真正吃不落去，你慢慢庆祝，我等下准备开电视了。汉文，汉文，汉文，歹势，家你的后生去做。妈，是的。头一遍听到你核实的，你这敢是真心的？你不是要利用我去替你求情，去给汉文说好，还是爱我回去的时阵，将汉文的资料替你偷摕走？我不爱你安尼做啦，我是真心诚意跟你回事的。假使讲即个官司会当顺利过关，我会带凯琳还有尼克回去美国，以后有可能都袂回来。我只想诚心的失礼，我欠你足久，这是应该的。我这就真正知影唔对啊啦！老师有讲，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只要知影伊唔对，永远拢袂慢，请你原谅弟弟啦，好不？阿妈知影，只要恁爸爸是真心悔改，阿妈一定会原谅伊的。因为这个天底下，无一个父母，伊愿意去原谅家己的囝的。不管明仔载开庭的结果安怎，至少庆红这届是真心的悔改啊！而且杨阿嘛甲阿姆一家团圆，至少弥补一寡遗憾。今日咱就欢欢喜喜替庆红过生日，咱大家一家伙啊，欢欢喜喜吃一顿团圆饭。好啊，来姐，咱来吃团圆饭，好。妈，庆红，妈祝你生日快乐。多
想法。爹地，生日快乐！多谢啊。新年快乐。Steven， 你是怎样？你面怎么受伤？真多啦，因为阮家附近有工程，我无细力去绊倒，毋才会受伤。组长，我真感谢你这段日子拄啊遮尔啊照顾，遮尔提拔我，所以今日请你食饭，是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你唔免遮尔客气啦，是讲明仔载开庭。开庭应该讲啥？你应该心内有数。安怎做对大家上好？我相信以你的智慧，你应该真清楚。我未了解你的意思。这就是我的意思。朱一长，这条钱就当作是你的安家费。在你无在的这段时间。你无要紧啊，生活一定过了真舒适，你无需要烦恼。你的意思是叫我打就对了，你是凭啥要叫我打这任？当初是你甲世界一轮坚持要合作，我嘛有甲你提醒，我讲李庆荣的名声无好，你讲无问题，叫我硬就爱换药厂，你即摆要叫我打这任，我袂当接受啦。我已经决定了，开庭的时候我要将话讲清楚，讲是你坚持。用健康药厂的减肥药啊，这跟我无关系啦。反正要死，大家做伙死啦。凭啥要叫我担责任？当初是你甲世界一轮坚持要合作，我嘛有甲你提醒，我讲李庆荣的名声无好，你讲无问题，叫我硬就爱换药厂，你即摆要叫我担责任，我袂当接受啦。我已经决定了，开庭的时候我要将话讲清楚，讲是你坚持用健康药厂的减肥药啊，这跟我无关系啦。反正要死，大家做伙死啦。朱一长，你会使跟我结气，也毋过无需要甲钱结气啦。你只要把这一切拢打落来，这钱就是你的啊。反倒转来讲，你甲我拖落水，对你有甚物好处？你毋若钱摕袂着，等你将来出来了后，都无人照顾你，安怎算都袂好嘛。我一世人的名声，拢已经叫你毁掉，我即马还佫有甚物通好顾虑的？只要我来当证明是你主使的。我会做，一定会较轻的啦。朱一长，你要证明讲我是主使者，这敢有可能？所有的文件拢是你签名的，你莫袂记哦。你是主管的，我敢那是一个小小的医生，我是有甚物权利，会使决定讲长春医院的配合药厂？虽然文件拢是我签的，但不过我只是配合你而已。会议记录嘛，会议过程，只要我若甲董事长将话讲予清楚，解释予清楚，我相信董事长一定会相信我的。你是要解释啥？你讲你啥物都唔知影，就签名？哦，还是讲你有受感染上，所以你唔再配合我，连看都不爱看，就签名同意啊？对啦，是讲你会使甲董事长解释，因为病院福利无好，你赚无够多。你唔再配合我，我相信你这话讲出去了，当时对你的感觉真见效，也真自觉。
因为对你无好，苦毒你，你唔知逼不得已摕药厂的好处。朱一定啊，我相信你真了解董事长迄款想法分明的故事，你应该真清楚啦。你是要得势，还是要配合我？你家己好好选择。一个人打责任，总比两个人力气更好。你好好想清楚。朱一定。这杯酒我敬你，你把支票收来，把所有的责任拢打开，这个人情就算我欠你。有机会，你免想讲要甲我拖落去，到时阵咱就试看卖啊！想袂到这个世主的这么歹款待，看来我用非常手段来对付。天皇若是已经反悔啊，是不是应该要给伊一个机会？我若是失去伊，我是要安怎对林家的祖先交代？也毋过，我若是把政绩毁掉，我阁对不起汉文，我是要安怎做才好啊？叫你大汉头一过来欢迎，竟然是因为你 ，Steven， 你规天安尼出代志，若是我的爸爸有这钱可以，爸爸是要安怎？可心，你放心啦，我袂让你甲爸爸无面子的啦。我已经讲过啊，这件代志我真正是无辜的，我干的是推荐手伤和注意掉啊尔。伊要决定用什么药啊，还是开什么处方签，拢是签名决定的。我真正是无辜受到牵连的啦，所以法官的同情我，未判我有罪啊。上好是安尼啦，今麦你讲的话，我已经唔知影是不是应该相信啊。大小姐啊，当你今麦才来怀疑，敢袂伤慢？当要结婚之前哦，你就是哦，唔啦，目睭睁无够大蕊，就连耳孔都安尼啪啪啪，我咧甲你哭劝，你拢听袂入去。你今麦才来怀疑，你是咧怀疑心酸的哦啦。可心，你莫听我爸在那后边讲啦。我对你是真心的，我们唔捌对你讲过白菜。我会去酒店，真正拢是为着应酬，想要了解关系的进展。拜托的，酒店遐个查某囡仔拢遐尔啊无气质，我哪有可能看会就眼啊？上好是你无伫外口有白来啊！若是有一天有酒店的小姐抱一个囡仔来领爸爸，看你讲有啥物话好讲的？可心，这边哪有可能啊？我哪有可能做这款的代志？好，若是你不相信，我会使照抓。为着要让你巴肚内底的囡仔是咱唯一的囡仔，我嘛想要好好照顾恁母仔囝，我会使去结扎。啥？结扎？安尼拄好囡仔人坐火车讲拄拄好，安尼做有通啊算一个较爽，算一个较够贵，拢完全无顾虑。啊！你紧讲两句啊啦！死鬼！千万唔通戆了哦，家己去甲拔起来呢。啊，万一可是巴肚内底，若甲妹妹甲安慰巴肚内底同款，安尼你以后就无退路啊了。妈，爸，你著减讲两句啊啦。可心，我甲你保证，我以后绝对袂阁伤害你啊。我干想要陪在你身躯边，陪你做伙迎接咱宝宝的出世，让宝宝目睭一闭紧，就看到伊的爸爸妈妈陪在伊身躯边。
惠弟，等开庭才好讲啊。希望法官会当相信你的讲法。朱一长，王小姐。朱一长，我知影 Steven 只有推荐邮箱给你，伊并无做最后决定的权利，所以请你伫法官的面头前，一定要把代志的真相讲出来，拜托你啊。大小姐，敢讲你真正相信杨医师是无辜的？本来吼，我只是感觉家己真无奈，也毋过即马我更加同情你。请进，请。爸，张处长，处长 ，Steven， 我今日对恁只有一个要求，我希望恁两面在庭上，卖温话真相，坦白面对。实话实讲，爸，我一定会老实讲。让法官行我清白，董事长，我想清楚，我会将全部事情拢讲出来，不管真相偌歹看，我拢无顾虑啊。爸，我相信以朱院长伫咧医界的名望，一定会了解，讲老实话才是上正确的选择。而且因为有母子，所以嘛真希望伊能做出上正确的决定。杨志远，你这个小人。你讲这话是你警告我吗？咱就看到时阵谁惊谁。好了，我先去。志远，这是早起妈妈去庙里求的保险符，啊，你挂的。时阵的保庇你平安无代志啦，有挂保庇哈。啊，佛祖是咧保庇好人的啦。假使你若无做唔对代志哦，伊自然会保护你啦。若是你真正有做唔对代志哦，伊有安那共款哦，会安尼该罚就罚哦，绝对袂闹交伊啦。啊，这个符啊叫做良心符，你着爱伫咧法庭上哦，凭良心讲实话。爸妈，您放心啦，这个代志跟我真正无关系，我一定无代志。一定是法律制裁，假使像我这款李庆红，我判罪受啊，你得真艰苦的。我看你也先回去啦。伊总是我的亲生仔，不管好还是歹，我拢希望会当亲耳听到判决结果。我知你心里真痛，老公妈，这个案件跟我李庆红私人恩怨完全无关系。我是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所以我尽上大力量，让法官跟李庆红判罪，还是我家家属一个公道。我知影你的个性，我会尊重你的决定，我会对你的做法谅解，毕竟这是你的工作啊。大婶妈，我就知影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李庆红，伊是健康药厂负责人。伊明知啊，这款 S168减肥药有问题，煞是甲这款减肥药告第二被告杨志远，甲第三被告朱义雄，引进到长春医院，我想要减肥患者使用。还有董事长郑小姐查某囝，身体受了严重的损害，最后导致心肺衰竭死亡。一个妈妈失去上心爱的查某囝。这原本幸福美满家庭破碎，我当家代表董树林恳求法官，一定要有三个被告相当的处罚，才能伸张正义，为受害者讨回公道。多谢庭长。关于原告所提出的告诉，被告有什么话要辩解？报告庭长，我刚才是应征药商李庆红，和我们病院负责采购的朱院长，我也无参加着药品的采购，
我嘛无决定的权利。我从来嘛唔捌开过 S168这款减肥药啊，给患者。我更加唔知影这款减肥药啊，竟然有副作用。请停上明早。李庆红，关于第二被告游志远所讲的话，敢是事实？你命关天的，请你一直爱讲老实话。咱拢是做人爸爸的，敢做敢担当，安尼才会使做囡仔的模范。情，确实参像杨志远所讲的，是介绍朱院长给我，然后我才把减肥药啊卖给朱院长。第三被告朱义雄，第一被告还有第二被告所讲的话，你敢有认同？还是你有什么任何需要补充的项目，要补充说明的？庭上，我朱院长，为着你厝内底的人设想，你爱讲老实话。别因为你犯下的错误，爱付出代价。你敢讲？你敢哪讲？你一点仔责任拢无？我唔对，我确实做唔对。我做唔对的是，太过相信朋友，看唔对人。我应该负起道义上的责任。我原本听说讲，李庆豪虽然伫个生意场诶有真侪是非，也毋过未去影响到伊制作药品的专业，毋则引荐予朱院长。想不到他竟然违背良心制造这款有问题的药啊，害无辜的受害者受到伤害，也去牵连到长春医院，还有提报我的文书朱院长，我感觉真痛心真艰苦。你既然还有面讲出这款话，你那敢不是我送阮查某囝手链啊？是安怎会伫Steven手头？敢讲伊？朱院长，我知影你即马足生气的，也毋过生气无得解决任何的代志。你也是爱讲老实话，让大家了解事实的真相。丁兄，是我，是我一个人做的，是我一个人甲李景荣勾结，勾结道理，这甲杨志远拢无关系。患者是我害死的，拢是我唔好，拢是我害的。第三被告朱义雄，请你将代志所有的经过，阁说明一遍。当初确实是杨志远介绍李庆荣给我，李庆荣答应要我好处，我才甲伊配合，而且处方签拢是我开的。我身为一个医生，一间大病院的院长，我对我的行为感觉足见笑。嘛，足后悔，请庭上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第一被告李庆宏，第三被告拄则所提供的证书，你敢有啥物话要替家己搁辩护的？拢是我家己行为偏差，才害拆伤我的亲人，为我才烦恼，我对不起。也不过我应该面对。天雄，朱义雄所讲的我全部承认。自愿罪啊！庭上，第一跟第三被告已认罪，本控告法官用相当的轻重判刑。另外，我们申请民事赔偿。本庭即马宣判，第一被告李庆宏，也个第三被告朱义宏，犯罪事实确实，而且犯刑严重。当庭受啊，退庭。
的性命。海生，求你别逼我做这种代志，我唔甘，我就安尼离开这个世界，我唔甘，我唔甘，我唔甘。你是哪家？贵宾的家庭，我一个叫大条的人，足大条，我相信健康哦，用一片就当了。李所长，就像我发现大条的人。针对一边停车场内底，这边专工在停车场一撮，这一定有的。我个钱放伫列车后道，爱你，还有人发现着，他们就上来。你没事，你绝对没事。这边的司机是帮我查。阿母，你看这，因为只有安尼查，才有法度完成你的心愿。你阿母才会跟你做伙。我无可能讲我无我的病情来骗汉文跟我结婚。你的代志都是因为我开始，我是不是要跟随汉文讲好清楚？文来，是一个海誓之师，我绝对不会放你走。大条，那有道理。快走！那是大条叫我抓走，把我赶出去，我就死定了。这段是安怎看起来？比予警察抓的那人还搁较坚定，看起来根本就是串通好的感觉。缘分牵牵一条线，命运偷偷来相偎。你都合我的空心肝，我都合你的青春梦。牵牵一条线，命运偷偷来相偎。你做我的幸福港，我做你的痴情人。你是我可爱的挽手人，有你的西奈才会轻松。有时阵面相结几工，有时阵真话做三顿吃。三顿吃